音乐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马松。大家好，我是 JR。 哇，又一周来跟电视机的观众见面了，今天心情非常好，而且今天其实大家精神都非常非常好，让我们再听到你们的非常有精神的一声热情的叫声好不好。哎，那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如果想参加到我们音乐集结号的即时互动当中的话，非常非常的简单，移动用户呢可以编辑316加你的留言发送到10666261261，或者是你正在网上收看音乐集结号，想跟我们音乐集结号互动的话，可以加 QQ 号码800027000。对，那我们一样要感谢马哥贝罗酒店，然后一样要感谢腾讯网、新浪网，还有娱乐周刊，更要感谢无色造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还有在看电视的你对我们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哦。是的，那今天呢来的是一个团体，让我们一起喊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有请。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浴室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比起前期的双休，谁都不要放。眺望在远方，继续快乐和希望，张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2008年末，中韩两国顶尖娱乐班底，斥巨资重磅推出精心磨砺的中国第一励志天团《至上励合》，实力唱将张远，花样美男刘洲成，魅力男生李茂，创作才子马雪阳，四位快乐男生及来自韩国的可爱宝贝金恩秀，组成了这支中韩混血的团体。组合首张 EP 降临筹备之际，即受到各方瞩目，抢先听到单曲、看到 MV 的音乐界资深乐人更是一致肯定并极力推荐。五位花样美男与您共度浪漫的爱情之夜。欢迎至上励合。我觉得今天因为团体人数庞大，我们要一一分别来，先从礼貌开始好不好？好，从我开始吗？啊，从你这边开始。大家好，我是成熟中带点幼稚，可爱又有些俏皮，天真又有些烂漫，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礼貌。好，欢迎欢迎，下一位，下一位，来，刘洲成，有请。好，大家好，我是超时空宇宙霹雳无敌美少年刘洲成。OK。 哇，好，来下一位。好，来，好，我是希望用琴声和歌声感动大家的马雪阳。好，欢迎欢迎马雪阳。大家好，我是至上励合下午可爱的金恩秀。那轮到张远了，谢谢。来大家好，我是双子座双重性格，然后我觉得侧脸比较好看一点的张远。那今天这个至上励合来到音乐集号，当然就要来带来这张全新的这个算 EP。 对，我们的首张 EP 降临就在韩国培训半年的一个成果，对，就所有的 MV 拍摄还有音乐的录制都在韩国拍摄完成，然后这张专辑呢就是凝结了我们就是在韩国半年包括回国培训一年的一个努力，不奢求得到大家很快的肯定和认可，但求大家一点点的鼓励，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一点点的小努力。然后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EP 呢分为两个版本，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炫金版，哎呦，然后小五手上拿的叫炫黑 黑版，对对，好像有两个版本，对，两者里面可能我们的画册、我们的歌词各部分还有介绍都会不一样。可是其实讲专辑有讲到说半年在韩国培训，对对对，在韩国培训，想必因为大家也知道韩国人做事也很认真，很是的，严谨，特别严谨。对，那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困难其实雪阳跟小美可能那时候多一点。我要说一下，就是可能刚开始到韩国，我跟马雪阳就是没有接触过舞蹈，是，然后甚至老师教一些基本的动作，我们两个人都不敢跳，因为我跟马雪阳是被老师打的最多的，对，所以我们两个人进步是特别大。被打，其实最后进步最大的就是雪阳跟小美。掌声鼓励一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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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很凶。有没有很凶？有骂过你们？不会骂，会有很多很多种就是不一样的手段。惩罚的手段。这个礼貌，我给你个机会。你是老师，这丫是跳得不怎么地的学生，礼貌去吧。怎么你是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导演组有没有狼头之类的？哎，真的，实况一下，让观众朋友们还有全国你们喜欢你们人知道说，就是当初在那里练习多辛苦。对，当时我们会有其他的练习生把不会的人按在墙上。对，对，就对对，把你的手。对，张远帮忙来。张远，你当墙好不好？对，我对按在墙上。张远当墙好，这边就是墙的。老师，我只是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按在墙上？然后他会就这样不停地捏你。你在瘙痒吧？没有没有，他是真的，就很对对对。你这样也许会觉得没什么没什么。对啊。所以他就是瘙痒，瘙你痒。不停的掐，不停的掐，很用力掐，对，不停的掐。那时候谁，你们两位被处罚最严重吗？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马水扬，对、对，有样讲自己讲一下来。这两边就是上完课以后，这两边的乌鸡，哇、哦，淤青，对对对，肋骨断掉，没有没有，淤青淤青，淤青哦，对对对。那时候会不会很受打击，或者是很觉得老师？但老师就是那种只在乎结果，然后不在乎过程。对对。他说你今天一定要是跳完我教的舞蹈，然后你才能离开。所以说每次就是有伤或者是有什么，自己学到了很多真本领，都会感谢老师。就是老师教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我们都能够学好，能够成功。像雪阳就是那次在车上发现脚不对劲，然后一脱鞋就发现那个半个袜子全染红了，已经被讲过受伤到流血都没有知觉。对，是真的，是真的，袜子都染红了都不知道。对，就是跳到没有知觉。可能是我那个动作不太标准，所以说就伤到自己。对对。但现在都大家都看到雪阳的进步，对不对？谢谢。所以呢，是他们在这个韩国几个月学习当中呢，用他们的汗